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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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不动，好好好好好。早啊。哦，首次加入的迷彩翠梦安安，你好，你好，你好。好的，贴图可爱。晚饭好啊！完了，过去了，没人了。我要吃什么饼干？维尼安安，好久不见。我来吃起司饼、乳酪饼。你要吃饼干，来来我家，来我家。明明车钱就可以自己买了，有没有？大老远过来。没有，刚本来想说七蛋的手胜拿到后，然后看一下兔，好像大家都在玩麦块还是什么的。我想说，好吧，就找有空的人，那就开台了。啊，预估开到九点半十点，我们鬼转去。可是茄子也要开图奇，不是图奇才有用，他应该会开啊。因为他上次开不了，帮他解决了，应该是会开，对不对，茄子？嗯，作业现在才看台是啥？我现在才打招呼是怎样？来，我听你解释。今天开这么短吗？不确定啊。如果再晚一点，有人要一起玩，确不不不确。我那啥，魔物猎人，看 HTT 跟火鼠吧。嗯，问一下哦、喔，安妮怎么还没出现？好久没看到，其实他都有出没啊。他出没的点是那个别人台，我看他看别人在玩 GT， 对不对 ？GTA。我想说开完之后，不然我们鬼转那个叫啥？那全民 Party， 可是怕就是怕在。有人会爆麦，哎、欸，你连纸签的都有啊、喔！
你都偷看，我都是看到好友正在观看谁谁谁的 GTA 5，然后就很常看到维尼啊。我之前是把那个功能关掉啦，因为之前加了一大堆观众好友，然后导致导致很没隐私，在偷 DC 的台会看到。那很早之前的事了啦。阿阳阳安安呀，阿阳阳阳，白痴哦，你就是羊哦，直接骂人家白痴。我记得现在没有好友功能了，就之前啊，现在没了吗？对耶，那请问之前那好友功能是干嘛的？为什么拔掉啊？棒！不给偷窥了，终于吗？终于有人反应说很没隐私了吗？完蛋！丑了丑了！哎呀呀呀！羊单字不能取，就乱加一堆了。你就有个人叫单字名啊，你就写单字羊或单一羊。就是羊。或是你要取那个啊？多少？2600抽的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カン。怪人，我问你怕不怕？之前看最夸张是泽平呢，泽平整天24小时在线上在看人家的台，我不知道是被揪过去还是怎样，每次看到右左边好友功能，都会看到他正在看谁的台这样子。哦，太扯了吧？是不用睡觉的吗？我本来想开个类似没画面工作台，可能就是画个图之类的。我要去玩过气游戏了，拜拜。哪一款啊？很多欸。您指的过气游戏是哪款呢？几天后初二的那一款。哎呀，怎么最近有人已经在玩二了啊？是为什么啊？リーチ、ちょっと待って。心安安，因为最近看国外的人都在玩《斗阵二》。我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先玩了啊？
风光账号，哎呦，也是呢，嗯，スモ、僕の勝ちだ。哎，今天任务是什么？忘记了。第三个任务是什么？哦，我忘记了，我记得好像蛮难的啊，什么自摸，或者是单位，什么概念啊？那房号是啥？忘了。毛细安安，房号，房号忘了。门前一发礼宝吧，啊，对对对对对，门前门清呐，门清，不是，没事，没事。啊，看来我任务有得打人了。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ばば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ない。哇，怎么都条子啊？天哪！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天哪，来吧，四条，干！哇，一气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这种烂游戏。这是什么烂游戏？リーチ、ツモ、ドラ。リーチ、ツモ、ドラ。这是什么烂游戏啊？为什么还会有在这个游戏上面氪金？搞不懂哎、欸。啊，其实最近又热热的，两个人倦怠啊，懒散懒散。等下，你这贴图太可爱了吧！你是逼我过去订阅人家咯，海拉兔。他只是专门放贴图上去，是不是？鹦鹉作者哦，那个阿桃的哦，难怪觉得好耳熟。懂了，懂了，不懂了啦，想起来了啦。你看头上这只鸟的作者，我竟然。还想不起人家是谁。看来昨天前天的运气都没有了。这样。还是我要私下玩比较好啊。那喵喵喵四五六，哎，砰。哎呦，不好意思哎，这三个人任务都解完了哎，好扯哦。理解。哎，我自摸了吧？
老安，请问这是什么烂游戏？这个游戏叫做《雀魂麻将》，好烂，例子没了，也没中李宝牌。你有阿桃了？你说头上的字哦？对啊，我把它改成我的那个啊，我加鹦鹉的颜色，头上黄黄的，身体绿绿的，真的很勾住耶。我说刚刚送你订阅了，真的假的？你人太好了吧？我那么好，卖票，我说要重整，看看，哎呦哎，我好喜欢这张哦，其实，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一张，我觉得这张好可爱哦，谢谢你。力气。我觉得我就很喜欢这张，其实薯条也九岁了，哎，九岁十岁了，老鸟了。老鸟鸟，没。好安静哦。喵喵喵。是不是眼睛张很大哎、欸、看得出来吗？是雪亮的眼睛。我怎么感觉今天第三个任务都是要门清啊？是吗？鹅牌包含一发低爆或门清，白痴啊，就是门清的啊。低能，我在低能什么？怎么你连米娅都有？你还有谁的？你直接说吧，你有谁没有的？还是你就是因为米娅今天说那个繁星什么从 YT 过来，然后可以去看他的台之类的，该不会是这件事情吧？天哪、啊，你人太好了吧！我一定要在米娅台多称赞你几句。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G。我说你的观众不得了、欸，很听你的话、欸。除了门清自摸外，都要自摸，是啊，拜托我超秋安安，还有很秋、哦，哎呦，很秋哦。哎，不好意思，我们打了三十分钟，哎，是谁在搞？怎么搞那么久？谁想最久？是谁？我总觉得已经打两场了。嗯，为什么打到自摸？我怎么知道？
低调低调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懂就懂。不是，怎么打这么久？谁在搞我？我有注意到哦。那聊天室没什么人，我还是要捍卫我自己的权利啊！啊，我今天啊，没事没事，我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啊，反正都来图齐了，对不对？那我们来唱歌好了。该中礼宝了吧？没有哎、欸，三万，不是白痴哦、喔，白痴哦、喔，感谢。リーチ、ドラ、ドラ。啊！要再，要再几场啊！我用哭的脸。まさか私に勝てるとでも？お可愛いこと。我要哭了、哦，我要哭了、哦。哎、欸，冠良还没删掉，哎、欸，来与你，你最后还是喜欢霸道总裁嘛，是吗？你今天没有空去那边哦？哦，是哦。他先开八小时欸，他从我睡着开到我醒来，没有啦，应该说他从我开台到关台到我睡着到我醒来我健身完之我健身之后开台嘛，然后跟他撞到，然后我就想说啊，惨了，撞到人了，然后就啊一起开台嘛，然后关台之后带过去他那边，然后结束后啊我就去睡觉，睡醒之后就看到大家拜拜之类的。那个不是总裁吗？那个不是总裁是谁？嗯什么时候回来这边开台了？九月26还27吧，那时候因为太想玩邪教养了，我已经想了快两个月了、快一个月了。因为其实邪教养在很早之前我就加清单了，只是不知道他可以跟Twitch合作，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之前有很多游戏也都有跟Twitch联动啦，就可能靠腰、喔，对不起，就可能跟那个比如你玩麦块，然后你联动，可能僵尸的 ID 会变成聊天室的名字嘛。可能今天这只僵尸叫做迷彩翠梦，然后又打死了繁星这样子。然后有些游戏都是这样子啊，那个怪会跟玩家的 ID 绑定。我买好几个出，我买了好几个你出的贴图。哎、欸，不然好啦，不然我之后不知道开什么，我来画贴图好了。我来画画，因为我赖再不出贴图的话，已经快没收益了。但还是有一些微薄收入啦。对啊，就是可以画画贴图。哇，我这个愿望从我年初希望到已经生日结束了。那只是说我要出什么不知道哎、欸，补补的吗？可是要想题材、欸。已经那么可爱了，还要出什么？对吧？哦、oh, ，那我另外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这只 GIF 上传到我的聊天，我的那个贴图里面，因为有些人唱歌，我就要贴这个。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勾勾被拔掉，我一些
基本设定都不见了，所以想说回来开那个盟友，看看能不能。哎、欸，南通推推，老去。对啊，盟友要重新拿，所以全部重来啊！哇，你是一个喂四个，哎，喂三个是不是？哈哈哈！啊，感谢冠良、老居、呆鱼。我踢不掉的老居，哎，屁股很黏哦，我很抱歉。没事没事。歪子，人呢？还有谁？不可能没人吧？信，你还没进来过。放浪却是你还啊？逍遥却是你还没进。你他妈的给我打段位！刚刚有人说太拖戏了，都不知道谁啊？不是啊，上一场都打太久了哎、欸，没人了吗？我就说过气游戏跟过气实况。很久很久之前有看到勾勾，对啊，但是我三年前去 FB 的时候就被拔掉了。你在专题中，别专题了啦，15分钟而已。怎么刚来就说过气？说我啊，我在臭我自己。还有没有？没有的话，老G要上诉了哦。好，那老G来上诉吧。哦，不是啊，你上次我搞不好任务都还没解完啊。看看穿少一点有没有比较强。这样子我就可以听版权歌画画了，太好了太好了。不用再整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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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不是更新后多了很多什么确实对啊，那是其他地区的啦，比如日本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你再买皮肤啦等等。哎、欸、不好意思，哎、欸、可以把钱花在过气实况组身上吗？救救过气实况组啊。不是啦，我要门清啊。第三个任务好难哦、喔，我只能挂着。你开订阅没？哎、欸，不好意思、欸，哎，有绿界小起点哎、欸，你不是参考一下吗？不、啊，有绿界跟欧富宝哎、欸。哎、欸，你不是说你来淡水念书吗？哦，对啊，不然来啊，我要吃，我要吃乳酪蛋糕。我要吃乳酪蛋糕，而且搭轻轨就可以到我家了哦。礼拜一啊，你是怎么去学校的啊？你搭什么车啊？还是你要在淡水捷运站面交？那我顺便去拿闪闪给我的那个优惠券去买那个星巴克，还是你陪我进去星巴克里面买东西？看正厅。我住大学附近，哪个大学？淡江大学，还是真理大学，还是圣约翰？淡江大学，哎、欸，地址给我，你地址私我，我去找你。我家就在淡大附近、欸，哎，啊，所以你是搭轻轨吗？那你现在就遇到我了、欸，哎，天哪、啊！你已经比小林还近了哎、欸！红二七又是哪里？靠腰？你是说站牌吗？终点站牌吗？哎、欸，你已经住的比我那时候是说小林跟我住最近，你现在应该是最近的了、欸。就体育馆那里，体育馆。
哦，有一个很大很长的斜坡那里吗？细吗？学府路，哇，好啦，不来，我们来约见面吧。啊，公然约女粉丝出门啊！天哪，欸，那你跟小林更其实更近欸。爸爸，我跟你讲，星辰卡在我跟小林中间，但是他跟小林是最近的距离。小林应该跑个三分钟、四分钟就到你家了。天哪，你！我记得几年前一起吃冰的时候，你那时候还不是在这边吧？快到了，快到了！哎呀，怎么感觉好奇妙啊？就之前有几个兔窝的，就是从国中高中到大学，有在想说要不要读淡江大学。我说可以啊，来读啊，又可以见到我了。就他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就是黑桃啦。黑桃没想到这件事情，就去读了一个超山上偏远的地方。我没有看过你本人，真的假的？那你快看到了欸。啊，怎么可能没看过？都有照片了。我是说，你没看过会动的本人是不是？解到了，门亲自摸，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啊，我要中离包拍就好。我可以问个已经我很脱节的问题吗？我最近会有听到什么吐司机，那是什么东西？烤吐司机那是什么梗啊？因为看到为什么有些人都什么烤吐司机哦 ，SCP 哦，哦，那我晚点再去看看。I am toast，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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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在觉得这句话，然后喵哈也是，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吃淡水的冰，来啊！淡水不止还有冰，还有妹子了耶。你看星辰，哎，不对啊！我想起你是谁了，你是金华吗？一闪一闪是星辰，是你对不对？是你对不对？星辰，一闪一闪是金华，我谢谢你，我不客气。在那边自己杠出要自己听的牌啊，古今就只有他会这么干了。古今之外，那时候是杠什么八万吗？还是北风？好久没看到阿飞了哦，然后最近过得如何？哇，聊天室有星辰有流星哎，那我要打个字，繁星零点零。嘿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啊，天哪！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我觉得牌运好像真的是不是很好哎。
好好哦，解到任务了哎、欸！啊！哎呦喂啊！哇、哦，好久没出现了，天哪！感谢感谢感谢翠梦的30块钱，谢谢谢谢！哇，布布啊，好可爱哦！布布，你怎么那么可爱？布布，布布啊，你好可爱啊！我是要选那个肥宅拿荧光棒，那个一个图。那时候本来想要画那一个的。我说布布啊，你好可爱啊！你干嘛？你冲阿小？你干什么？我来解任务的哎、欸，那么凶干什么？打飞你的不是我。哪一个啊？13面没有。才国是无双而已，听什么？至少比格斗宝贝短啊，是啦。没有，刚是抖内又不是订阅。对啊，他如果把我害到不能立直的话，我真的是要谢谢他哎、欸。上树成功，等等等，叫谁上图？叫谁上图啊？哇，你怎么都有啊？我刚才在看我的资料夹里面有什么图，就找一找，找一找，你怎么贴出来了？哎、欸，不好意思、欸，哎，杀你的人不是我、欸，哎，我只是在你死之前捅你一刀而已，你那时还没吃血过多、欸，哎，这是不好意思、欸，哎。看到标题没？我只是想来解任务的。哎、欸，打段位的什么的，赶快死出来哦！差不多了，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懂吗？那种第六感会特别准。我感受到我的寿命差不多了，没办法，另外两个在逃逸中，还有什么办法？我只是离案发现场走得比较近而已。他、啊、怎么死的？就是我。哦，等一下，我想绑头发。哎、欸，那星辰你很棒哎，你会是第一个见到我绑那个绑头发的人哎。那个谁，那时候小林还没见过，因为那时候头发还不够长。学府路哦，学府路，这样总该有中礼宝牌了吧？还是明天吃晚餐了，这样可以约小林。你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晚餐？不好意思，你的晚餐是几点？他问你哦，那你平时日白天都是上课吗？理解。欸，不好意思欸。欸，不好意思欸，我好像快死了欸，解个任务啊，大哥。
可以送我个10万让我解任务吗？这是我很卑微的请求。我只是想解个任务啊！三好友，三好友，三好友，50000呢、欸，还是不会中哎、欸。好啦，没事啦，那还好。哦，那我心情好多了。如果是真的是30000还是几万的话，我没中到我才会生气。而是我要的40000。我要40000，我要什么40000？哦，你说他自摸40000哦？哦，哎，漂泊却是你好。哎，不好意思，5米，刚怎么不抢？刚缺那么久，怎么不玩？啊，绑一下头发、啊。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如果我打40000，繁星就火了啊！没办法，没有打。想说帮你杠增加几率，都已经快40000了。哦？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手没有空，我现在手没有空。繁星，手放下。等一下，我没有手，我没有手，我没有手。我刚在国，手上2张40000。早晚会扔，早点扔繁星就活了啊！没事啦，没事啦，就说了，我只是想解任务啊，任务解到我就跑了啦，我就跑了，还理你们啊？用下巴打牌怎么打、啊？绑好了，绑好了，绑好了。那你绑给我看，不然你打给我看。我绑的有点低耶，头发好痛。蹦蹦啊！我碰屁呀、啊！完了，我觉得今天灯我过不了哎、欸。你怎么？闭嘴！小爱安安，我以为你们前主播是要8点开台、欸，还有8点看一下。就他是排9点半，然后好吧，不知道干嘛，开个台好了，等下把人转过去他那边。啊，只是不知道我们优主播会不会开打鬼还是什么、欸，他、啊、都9点以后开，哦，就只有巧克团的时候才是8点，是不是？砰！扔！运动环的部分哦，了解。还是因为他今天工作，因为他不是睡到5点吗？昨天看世界赛。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我以为阿喵今天也会开那个魔物猎人，然后今天都没有东西看，好吧，只好开台了。都没人开台，我只好开台了。不是啊，都没有东西看，我只好开台了。嗯，看，抱歉，我现在在擦拭我的眼睛。对，我现在把眼睛拆下来，然后再擦拭它。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所以现在我的眼睛应该是闭的吧，因为我现在眼珠掉下来了。所以我要抛一下光。
好了好了好了，眼睛装回去了。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怎么那么危险呐、啊？你们怎么要三万呐、啊？ピーチ、ピンフ、ドラ。你们为什么都要三万呢、啊？好危险呐、啊！瞧你，对吧？你到时候见面就知道了。我等下把眼睛拆下来给你看，我的右眼其实是假的。要不要星辰？那到时候见面，我的右打乒乓球，如果我没有球的话，我的右眼可以摘下来玩一下。尤里在看跑跑卡丁车比赛，常说你怎么知道？哎、欸，不是比完了吗？不是豹哥赢了吗？什么东西？哦，我看到了。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然后就看到尤里把那个跑跑卡丁车载下来玩。なんかちょっともったいないけど。哎，他今天会不会开啊？不要再打出我想要的牌了，求你们了！好想胡，我好想碰。哎、欸、靠！阿、啊、如果合到一满牌，我是不是不算？不好意思，我是要解任务，不要让我试安克。可能失案了。竞赛啦！竞赛啦！我只是想要个礼宝牌呀！Run！ 你们猜有没有中啊？有没有中礼宝啊？啊！漂泊现世，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哎喂，掉了！你是好人，是啊，没看过你这么好。
没有中，没有中，没有中，怎么了，放弃自我？没有中，没有中，没有中。我刚才跳过的哦，不，跳过就正听的啊，一样啊，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事没事没事。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讲自摸马上结束，好像也怪怪的。为了我把正厅的牌打散了，是这样子吗？你好伟大哦！跳过隔一巡还可以胡，可是我立直了哎，我立直了呢，立直跳过没办法再胡了哎，只能自摸了呢。还是我又记错了？我没记错吧？还是你要打、啊？是这样子吗？小爱，你是不是记错了？不是要拼斯兰克哦。なんかちょっともったいないけど。没有啊，正厅正厅不用隔一巡啊，正厅正厅自摸就好了。所以大家任务都不一样哦。我刚刚是门清一发离宝启动哥，不是啊，我门清，哎，门清就好了吗？哎，那我解完了哎，那我等一下出去哦。那我等一下出去看一下我任务有没有完成哦。反正我们最早是九点关台啊，最晚可能十二点，看我们 HTT 什么时候回家。我想打魔物。门清自摸，伊尔安安安，你们家土司庙今天开不开啊？想看魔物台、欸，可以叫他开台吗？我想看魔物台、欸。一发获礼宝或门清自摸，没有啊？哎、欸、有吧，刚有一发哎、欸，哦谢谢谢谢谢谢信，刚刚有一发，我好恨，不知道还在睡，可能还在忙。他不是不用睡的吗？他不是说他一天可以睡很少的吗？你看是不是？那些说一天只睡几小时的都是骗子，累了还是会睡的好吗？我从来不相信有人说什么睡了，我几个礼拜都没有睡的那种。我等等看就知道了。哎、欸，我等一下出去看一下哦、喔。等一下房间重新。哎、欸，闭嘴！这不就自摸了吗？不是吧？第三章，第三章该出现了吧？好恐怖哦！无名，你干啥？你好丑哦！我这边要用放个丑字。初见安安那只，只会是我什么东西？难怪无名绝望，为什么？刚为什么绝望了？我没有看到，请问无名为什么绝望了？
刚酒都没了吗？哦，一万没了。嗯，我开小账来给繁星看，看什么？等下啊，你是谁？是一色了吧？你再想一下，哎，我觉得绿一色比较快。不，我觉得混一色比较快。安安问就是初见哦，这就是你的小号哦。你看绿色了吧？是六张了，六张了。这怎么看都天河，不好意思哎、欸，你梦太伟大了吧？哎、欸，问就是初见啊，我好像在别的台看过哎、欸，一直有印象哎、欸。哇，自一色了吧？别讲。哇，自一色四三克了吧？单骑了吧？第一集，嘣。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哪边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台 V 的台。我常常乱开这只跑，那就对了、啊。那时候对你的 ID 是什么？问就是初见，安安。嘣、嗯！说好门清啊，没办法。你在那边一排发。嗯，小鸡鸡在那边跟我说说好门清，我等下出去看啊，反正你很有高很极大的几率放枪给我嘛。看，我要选哪张呢？啊，好坏哦，不要好了。在梦想前面门清是什么？对吧、啊？你们很可怕，我先跑。你不能跑啊！你是唯一不会扣牌的人呢、欸。你现在是场上唯一不会扣牌的人，你活着好吗？记。啊，我应该留东风哦。来吧，东风。小四喜自一色。你这叫很矮可亲。你很矮哦。好味好味好味，定めは絶対です。好味好味，吃到了吃到了，去看一下。哎、欸、呦哎、欸、谢谢，一定是信的功劳。来，我们达到九点半吧。啊，开放，我们不是开放，开始可以乱玩了。走开啦，去哪？你把我赶出淡水哦。好啊，真的是星辰放的？没有啊，就他粒子，只有他能放啊，其他人没办法啊。其他人也都知道这张不能打。还是没人了，那无忧却是，请问你是谁？不好意思，我有玩过。不确认吗？确认什么？我要确认什么？你不相信我会会你吗？我不知道，我要确认什么？不好意思，等一下重抢，还是我开来混一下？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台，我是想解任务啊。你没有钱，那你是住什么学生宿舍吗？哎、欸，你大几啊？
新生也在大几？大一、大二？大二还能住吗？我记得不是大一才能住在那个吗？学生宿舍，大二就要自己找房间的不是吗？而且大一的学生宿舍不是还要抽签？现在住外面哦，对啊。都可以住宿舍，但我室友真的快爆发了，怎样了？太臭了，作息太恶了。喵国大护法，我的天哪！我不信，你怎么可能就只有累积一满？啊，你的牌好特别哦。为什么啊？特别吗？对啊，不是都应该要像这样子的吗？不是应该要秀个最好看的出来吗？凌晨三点回来超大声，然后我隔天早上。被吵醒，快被气死！谁是咸鱼？啊，看来都是最后一场了。啊，终于可以乱玩的感觉，真好。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不好了。我选择当条咸鱼。最后的好，什么意思？哦，没事啊，不是啊，好烦。等一下，我今天烦睡得好好的，就是有两个小恶魔在吵，而且。再加上楼下冷气坏掉，就只能吹热风，然后头很痛很炸。美女刚打开，你是来接任务的吧？不好意思，这个人是来接任务的吗？我等等要去欧搭最后的波纹，这样，他是什么时候要停掉啊？不是十月五号上市，他几号会停掉？三号，伊莲安。啊！终于打完了。嗯。怎么连连打一联盟？你是谁派来的卧底？你是有在？巧克团常出没是不是？解完了断幺九啊！不用动脑了，赶快打一打，赶快跑啊！不是很开心吗？这不是很棒吗？我其实蛮喜欢左下角这个灯的，哎，那个海滩的灯，可爱。
来啦，去啦。哦，哇哦，哇，这画面太美了吧！天哪，哦哦哦哦哦。开到十月，绿个鬼啊！绿断幺九，被感染教盟，你是乱看台是不是？嘣！番茄，你关了哦。啊，练得怎样？我那时候一点进去看你，直接被喷死。拿巴勃罗吧，然后去跟人家一换一，说什么啊、哦？我已经一换一了。我说，哎、欸，不该一换一啊！你们已经最后了、欸，哎，最后一换一也其实是很亏的呢。你在跟披萨打真格啊？请好好打，哎、欸，不好意思、欸，哎，请好好打吧。看什么台？快编了哦。幺幺嗯。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我好吵哦，凡心你够了哦，超爽哎！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好险，我先跑了，我没停牌。不是我没停牌，我又没有合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张牌啊，国士无双。哇。哇。哎、欸、真的十张哎，天哪、啊、我预言家哦。我好想碰哦！哦，
痛啊，这有什么问题？不要刺激我，我碰给你看哦。人是最不能被刺激的哦。我发呆了。啊！哎，好烦哦。我要对阿亮那么坏吗？这才8000块。拼了啦，不要不要，我在当咸鱼。我在当条咸鱼。我扣着另一张一同最后一张给你哦。啊，结果会震停。我都摸了那么多张九牌了，我们等一下出去看牌谱好不好？没的话，信你该知道要干嘛了哦。哎、欸，我问有玩公主连结的打喷嚏，就是你们会去就前面花钻石买前期的体力吗？就不是一开始花钻石是花宝石是买那个达文 T， 就是前面40-40个体力嘛，但后面会涨价嘛。啊，可是前面40-40你们会买吗？现在没订阅啊，我不知道订阅啊，抖内啊，应该问尤里比较快哦、喔。啊，是他都好晚才回我讯息。什么东西？公主连结的体力啦。啊，你有玩？啊，你在哪个伺服器啊？我在真布真布。
你跟小月都在美食殿堂，哇，没料。没料。哦，それポン。七。看。不是，不是，我不是叫你在这边下来，下来，快快下来。爱玩多久啊？那前期体力会买吗？就其实前面体力真的好不够哦。我想说，就氪个几次那前面的40的宝石。前六次都会买哦，好。哇，这样，这样多少啊？460，240钻，然后再加关卡给的。哦，好吧，再看看。那就是光遇挂着跑完之后就玩公主连结。这游戏收蛮多的，所以不用死。我知道啊，就是幽离说中很多我才会去玩的。其实我有讲过嘛，他之前找我玩马娘的时候，我拒绝掉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日版就说这游戏就是手游氪金排名是第一名。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就想说，我应该是不会玩。就身边像阿米狗都在玩，然后丹江他们也在玩，可是这样直接推掉人家找我玩游戏就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就说下次他找玩游戏的时候我就去玩。然后他就有一次直播公主连结嘛，就说哎，有没有要玩公主连结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去玩啊。就玩了应该也快一个月了吧，有一个月了吧。马娘不适合你蛮干的，因为我有玩。我知道啊，因为马娘还要养马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说其实那种花钱跟花运气的游戏，我会觉得光遇比较好玩。因为你可能你欧一点，你可以少比别人奋斗个十几天就拿到好的东西。啊，或是你没有本钱就是花钱去补一下你运气不二的成分嘛。那之前都没有氪还是怎样的，就落后人家很多很多。就比如说人家已经打到第十关了，我在第三关第四关慢慢玩。啊。然后有一次是玩了一个手游叫做弓箭传说。欸，我现在偶尔会上线玩一下。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一直有在玩。就想说好了，买一下他的机票好了。然后买了之后就是抽卡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变得真的比较轻松之类的，就是哇尝到甜头的感觉，不行这样会继续花下去。然后之后就是花钱买了一只角色，因为当时那只角色太强了，破一些关卡真的太轻松了，所以就完了，就完蛋了。可是动画加成才会有爱继续玩下去，不然你说哪一个啊？公主连结吗？啊，哦，马娘哦，哦，你是说他的第一季、第二季动画是不是？那时候幽离是说看第二季就好，第一季还是忘记，他说有一季可以不用看，因为不知道干嘛，然后再看另外一季就好了。
教主，我应该礼拜一送完蛋糕再去读书啊？读书还是上课？不是，你礼拜几要来？那不，礼拜几几点要来找我？然后你，第一季其实不差，只是第二季太深了。哦，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说的。如果看过第二季，会觉得第一季觉得还好，好像是讲这种话吧。那团团怎么在什么吃吃喝喝？看一下。哦，是海底捞。不好意思，前主播有没有要开台？不好意思，草家子会在图奇开台吗？如果不会的话，我要带你们去妹子台哦，其他妹子台哦。哎，有了有了，他开了他开了他开了。啊，那个丫丫的狗月灵，不好意思，我要关台，我要转运过去了，我要当个滴滴狗，我们去看人家主播健身。等之后开养那个、啊、邪教养，我再开始开久一点。对，那待会这是我们茄主播的健身环台，你才没有，我会在那边。刚去打了半中场都遇到怪物，不好意思，下次再来开缺魂。好啦，我今天本来真的只是想解任务啦，因为我是看到那个任务太难了。那个任务就是要门清自摸，或是一发，或者是李宝牌，就想，应该是不太好解，就想说好啦，开台解好了。好啦，感谢各位，今天以为到十点，我也以为啊，我想说后面其实没什么人进来了。啊，你就一直欲望控制你的手手，没有啊，我就算没有控制我的手手，我还是没合到啊，是不是？我还是付得出去啊。对吧？好啦，感谢各位，我们过去吧。大家晚安。